你说我能打镜子比这个还烂吗？嗯，真的。嗯，我就感觉我打镜子还可以，因为滚轴四杠的嘛。这是啥？这也滚轴四杠吗？这是，其实这个也，这都是四杠，差不多。这是齿条的。齿条的这是。对啊，齿条的应该比滚轴四杠的静谧精度高一些。是齿条，但是它也是皮带传动它的，它不是，它感觉这样带着。并不是说光这一块，这一块颈部上，它衡量跟创始人颈部，肯定没有颈部。基本上，我们收到这种大负面达标的，都跑不了。他妈的，估计其他厂家也不做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那别说了，我也不敢做了，那里。不是，我这客户谈了没几天。别说没接着活的。这真是个很大事儿，我这客户好像也做出去干嘛的。但是你看你。咱得研究研究。还是工艺不行、啊。什么时候用完啊？晚上换完那个，还差一个漆没打完。哎，你要上哪？两个颜色不一样的，我跟你说。你拍完之后，你到时候把视频一块发给我。嗯。我要上哪？颜色不一样的。不在焦点上吗？啊？不在焦点上。不对，他这边有可能。咋把这变形了？我们设计上整个的不能太急了，这货。他设计出一台的，知道怎么弄，怎么就现在。我这三个月了，你说我着急了吗？是啊，咱实际装多长时间呢？这个。对，装没有人，在车间，现在发了上这个东西。咱有空再给他看看，有空我再给他看看。那我那个你刚才说哪了？小蜜蜂。两千多块钱。啊，从哪买三千块钱？我估计可能是买的，可能是欧阳他送货的时候给送的了。
觉得好，就没有。